联合国那边就说，就说作为我们产品，受了保护工业产权的《巴黎公约》等一系列公约。同时，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世界贸易选举中，成为第一大党，但未能获得。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，但未能获得单独组建政府所需的半数以上席位，因此新的政府将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。新的联合政府能否顺利产生？在 D 组，同组的队伍还有澳大利亚、加纳和瑞典队。为支持英格兰。